宝，这个可是这里最贵的食物，我们多拿点吃。喂，服务员，你快点，我肉都凉了。奶奶，您已经拿的够多了，请给别的顾客留一些吧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吃多少还用你管？干好你的活就行了，废话那么多，麻利点。我，奶奶，后面那么多人在排队，您分我们几串吧。再说了，您能吃完那么多吗？哟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是来消费的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你们也想吃这个？哼，等着吧。小宝，用我上次教你那招，快看我的。还是我家小宝聪明，来给你们吃啊，哈哈。小朋友，你这招真厉害，那边还有海鲜区，好吃的可多了，去完就没了。哼，我还得用这招。奶奶，你叫我这招真厉害。奶奶，您这招真是令人佩服啊。您好，您孙子去的是收费区域，请您另付下款。多少钱？澳龙四只，帝王蟹八只，海参十只等，总共28000元。哎呦我的妈！开心必有果。